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那今天呢就在去 Vivo X27 印象夏日版的广告拍摄现场，今天也非常荣幸的可以跟 Francis 著名的导演合作。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他，他以前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Cry Me a River, Justin Timberlake 的 MV, 然后 Lady Gaga 的作品，还有饥饿游戏，谁没看过？ Because you see the brush strokes there and a little bit of an S. Okay. And with the brush kind of going off like that. Got it. Okay. 今天这个 Vivo X27 印象夏日版的手机上面的一个笔触纹跟我们今天的拍摄有着非常近的关系。说到夏天，可能去海边游泳，然后吃我最爱的冰淇淋，然后暑假，我觉得这么好的时光还是应该用 Vivo X27 印象夏日版把它记录起来。我觉得不透露太多了，还是你们自己去看 Vivo 的广告。